法国前有名的地质学者安索耶，他长期在台湾进行地质研究，研究的20多年，从潮汐的观测和记录下磁场断层带。安索耶他从2012年过身了。磁场相关所对这个世界就开始用假数据来做主题，从发电推动甲技术采算来设立磁场天文馆，3年前未见完工诶。甲布娘、尼克拉还有甲布卡尼，也抱个头一摆去磁场参访，看到都知道真感动，还有真珍惜。不过地质学家安索耶的秘书尼克拉、老布卡尼一下插，下面聪明就用谷物来分析。磁场天文馆规划落成到一刻，尼克拉第一摆行入天文馆。看到老公当年的研究成果，透过翻译表达自己的感动。放了这么多东西在里面，他很感动。那他觉得这个应该是对他先生来说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礼物。法国有名的地质学家安索耶教授，自1981年到2009年之间，当年都在台湾来研究地质，带领台湾研究团队长期观测磁场断层。2012年，安索耶过身过后，磁场相关所整起起的天文故事馆，和收集安索耶的遗失，一本银行映射磁场的断层带。他是在世界地质界的大师，他连续20年每年都来磁场研究这个磁场活动断层，代表台湾跟世界有这个友好的关系做国民外交。磁场相关所一讲。天文馆不但将纪念安索耶的贡献，也是台湾两国跨国合作的前沿。透过展览，国人也在认识世界形状的土地。下个新闻陈桂敏，台东报道。